说我妈刚才下来，我看跟我二姨走了，说干啥去了，说好像打麻将去了。完我大哥他们在屋呢，不行趁这功夫找找项链还搁哪了，是不是？要是能找的话给他换回来，或者说先知道握也行，在他手里拿没拿，问我大哥。不是，我说这朋友圈吃个破逼火锅还好跟鸡巴散。我寻思你晚上要吃火锅，好像没他妈吃过饭。哎，你那啥呗？嗯，你正好他这功夫没在家，那个找找项链搁哪了？拉倒，一会儿再回来呢。再回来啥呀？我刚才下来我都看上他了，跟二姨走了。干啥？我听他俩唠嗑，我还问你，我说干啥去？我二姨说那个打麻将去，看能不能看上。你看那冰箱里有没有？冰箱？嗯。妈，这小冰箱这个崽的。没有，这空啥没有，这也那什么破筷子。我看他这个窗户，那就不带有的。我用不用上外边瞅着去？啊？我用不用上外边看着去？哎，不用，咱我俩门一关就完事了呗。他从窗户。这人他不有毛病，这话可是得塞等等。那。电池。他这儿啊，我跟你说，他是柜里啥都不带搁呀，大哥。看呗。我估计他不带搁，因为之前他就放这个柜里，之前就放，对，他就放那柜里。完，我看着了吗？我不找着过一回，我两回的。完，他就不往这里放了，好几回了。还有一个原来放哪，你知道不？妈，我先回来呢。那转铺，可能是你的。我这大裤衩子，我放这儿了。那你搁这晾着呗，你收的呗。你去年夏天穿的。不是你钓鱼穿的。钓鱼穿点浅色吧。原来搁那里放了，搁那个小那个玻璃柜里，还有个地方。哪个小玻璃柜里？这个电视上面的，原来那里有啊，后来不往里放了，你找也没用。这柜是他妈怎么开？我都忘了。这柜好像有锁还是？有钥匙。嗯？那是有钥匙，带锁的。那是有钥匙的。还好使啊，这东西。好使。能放哪呢？这玩意儿难找啊！那里头堆杂物了。哎，上面盒能有啊？能搁盒子里边？鞋啊？嗯，鞋盒子。我想知道，妈，这鞋盒里装的都是鞋吗？都是鞋。妈，这老些鞋呀！啊！哎呀，我给你拿出展示一下。这也太富有了吧！多少年前的小皮靴。那，你寻思人家？人家苹果是坏了吗？没有。我寻思，要是，你说你能不能搁嘎咕地方？你大哥。嘎咕是哪嘎咕？什么那个冰柜底下了？怎么？妈找了。这还有双新鞋呀！你看你找鞋干什么玩意儿？我一看着呢，啊？嗯。妈，那什么玩意儿？迪奥，那不是交血拼那么假迪奥，真的假迪奥，我告你了吗？吓我一跳，我寻思你个早鞋偷回来了。嗯，没下水呢啊。哎，过来，大了干活呢。那还能搁哪？我说不能搁那嘎的，就是。发枕头里边有没有？万一夹枕头芯里。有点功夫。那你那天跑哪找让他给摁住了？我那天搁柜里刚翻，竟然也给摁住了。要回来了？没有。我说那能不能塞灶坑里啥装点东西啥的？坑。冰箱。妈那个下面。上俺家一看偷老多烟灰，够偷到冬天。嗯。以前妈有个首饰盒，就放在这个灶坑里的。夏天它也不烧火。真的。他当我面翻过。这什么亲戚没拿你当外人儿啊？那都自己家人。在之后我估计不能换了吧？不知道啊，你说这能往里头扔吗？那肯定是那个，这个它有时候烧火呀。那个它现在夏天一般不搁那玩意儿做饭呢。这边的怼过怼过，还有没有硬家伙事儿？没有，全毁。全是灰啊，没往里探一下。看，这玩意儿咱也整不明白到底搁哪。看妈这盒子。嗯。啥？你给我做的饭。
两锅水，就是没整。他现他现在不搁这儿，那完了。这门开不开？不可能。那里有耗子。这不是关着。没有。哎，关上吧。没有进人的痕迹啊。这是哪儿呢？我的妈！这屋可有危险。那里哪有？那屋都白水。拿这水喝。渴了。嗯。这玩意儿难整啊。看看你妈多不有。哎。他带没带走啊？没带，没带，没带，没带。他拎包，哎，他可以拎个小包出去。这人，你说找多少双脚，你能穿这么多鞋呢？这家伙他能随身携带吗？那玩意儿？不能，他这玩意儿不是跨脖子，他搁哪都逼逼了，大概。他搁背包出去的，反正，我看我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我看他挎个包出去的。他背着背包背走了。那他要一直搁身上背着，反正可要命了，这么着，是不？这小子咋的？你要骑车呀？妈搁这。你要骑车呀？骑车那都贵啊！儿子，你要骑车呀？他跟他亲近的。你要骑车？你要骑车呀？我说啥？把火打个烟喇，我给他吓一。你要骑车？你听到了吗？没有。你再让他去，你让他去。你咋还整？你去干啥呢？他啥也整没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那就来按下吧。妈操！我操！什么玩意？教你啊！哎呦我妈！别按，别太响了。给他按回去了。哎呦我这家伙！这是赢了，这手上输了，怎么整的那样？踢死你！这当腿儿呢？我上班的死在老王家的腿把子下，踢死我！穿个大绿裤，怎么还穿拖鞋？背红拖鞋背绿裤，他就搁跟前儿。背个包干啥呀？我不大，他不是拿去了吗？玩牌去了吗？妈那包里老多一毛钱五毛钱了，还得打一毛钱。他们说的打麻将都现点钱。嗯，就是差一毛钱点都拉一把一蹦，嗯，差一毛钱，啊，哎呀妈呀，那你要连胡两把，你看那家都亲一个个那脸都出麻油锅了。完就玩两毛的，大的就五毛的，嗯，那老那啥了，那有一百块钱，那天打扑克干的。还有一百块钱，他妈输了过年。那有，那还玩劲儿的，还玩啥的？他一点就没钱玩。他天天叨没钱，你啥时候问他啥时候没钱？咱也不咋咋的，买新鞋都不穿，你看咱俩多趁。嗯，这你不是，咱就说这事儿，天天倒没钱，那衣服啥的天天买，天天买，一天买好几件都。你说那钱搁哪来的？借的啊？借钱买衣服？整不明白。真愿买衣服，从你从小就愿买衣服。嗯，现在有条件了，没事家找这个买，找那个买的。条件好了。嗯。咱也不知道真的。哎，他给拔来了，你看这多能的。啥呢？你看他往这边插，往这儿插，那是放那儿的吗？瓶给妈妈划坏了啊！看你妈妈这个瓶可爱护了。这他妈谁拔的？妈什么玩意儿？我灰都他妈整他妈一地。俺们都在这坐，都不敢搁屋坐，还这拔什么灰？一到都扫他妈扫干净了，那这都灰尘都扒出来了。啥灰呀？这坑的灰呗。那咱看没看着，那可能进耗子了吧？估计。看，你没看看里面有没有耗子？这是败家玩意儿，那他掏的。他掏那玩意儿干啥？没有毛病啊，疯了！那你扫干净了，他妈没人来呀？那掏灰干什么玩意儿？就不能就封枪呢？闲的没啥事干了。哎呀，你别说，这是烟囱往里枪风呢，枪风刮。下什么风？咱家这头一向来也不枪风，你可好烧了？一烧火，时候都下火车。你背着要饭兜干啥？你不打麻将吗？我打什么麻将？我打麻将，我他妈哪有钱打麻将？你老没钱，我兜里有他妈100-200的，我找玩上了，打麻将。到那嘎只能他妈看他妈看人家打，又没钱了。那你刚才我看你跟玩儿姨出去啊？我没钱了，我又没钱了。我什么时候有钱过？他也不知道咋的。你俩不去玩去了吗？怎么又那啥了呢？玩儿上也有钱的也能玩，我没钱的我上那玩什么玩意儿？就搁那嘎一出，就往那嘎他妈的卖单儿。没挣着100块钱，反正这麻将没玩上，这连锁反应了，蝴蝶效应。你看，这包里背什么玩意儿？你给我背什么玩意儿？你他妈找他妈茶馆什么玩意儿？哦。
哎，那你可真的，你没钱，你那链子，我说你揪一轱辘，揪一个环也行啊，卖它就搁交够了。干啥够了？打麻将够了吗？哟我的妈呀，这家伙的，我为了100-200的，我还能摆那摆金项链摆一块卖它。现在是卖。你不老说没钱吗？100-200，我得就给他掐一轱辘卖它。妈呀！俩人白养了。你信？那你说白养不要不白养？那你那项链是谁给你的？啊？谁给你的？可真的，你把谁给我，你就别说谁给我的，到我手就是我。你搁哪捡的？你们俩人谁给你的？天上掉来的啊？啥呀？啥呀？妈，搁哪？搁那里搁呢？不是，他说要我掐轱辘金项链子，整没带呢。嗯，我说我不能卖这玩意儿，我这玩意儿还得留着，有什么场合了，就跳舞了，或者谁家结婚了，有大事小情的话，我就带着呢，是吧？你今天没钱掐一股了，明天没钱掐一股了，掐掐，怎么还变成手链了你？那你就变手链，戴手腕就完了呗，到时候。掐成戒指。那要戴手脖上，那春天嘛，要晚上出门，那谁把我手再剁去？那就谁先挖。那你再脑，他妈脑袋剁去的。那给脑袋嘎巴抹的。不是，那脖子这玩意儿吧，我不常戴。那你搁手脖那玩意儿，你天天戴，天天戴。那你现在搁哪呢？我搁兜里呢。我看看。整半天搁兜呢，那咋的？又卖了。不是，那你搁家你那没人啥的，你要得丢了你。拿出来我看看，我看看有没有。不是，那你那啥呀？你就你出门你就背个兜子，你就装起来。啊呐！哎呦我的妈！那你打麻将去咋整？这还要贫僧背的呀？背了呀！这包这么大，那可也不当害呀。我跟你说，你要这么背也真不行，真的。那你到时候你包你能一直搁肩膀挂着吗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看这说话怎么老听个脑瓜子，你真不知道嘴属啥的。听他叭叭你，我说你老背个兜搁那打麻将，人多手杂，你别到时候谁给你一下拽从兜里拽出，你说你上哪感觉出来去？不可能，人家我要打麻将的话，我就搁前面，就这么的，坐凳子这么的。那不影响搂宝吗？人一急眼大干辈给人家了，喝坏菜。我就搁这里，我可不能搁家。我都没听到那哗啦哗啦声，为什么没呢？干蹦声那是干蹦啊，真逮你呢吗？拿出看看，我拿你看是什么玩意儿，看哎呀妈，还背个人，谁能上抢呀？咋的嘛？他可没准儿，那人都给你的玩意儿，谁给你的还不知道吗？哎呀，到点搁里呢，这么大玩意儿你哪敢搁家？谁敢搁家呀？哎呀妈，还装兜里了，那兜里可能俺少，不光是项链，还有别的东西，不知道。那啥都有别的，那兜里是不是咣啷咣当就装的一个项链儿，啥没有？还有点钢蹦，还有点钢蹦。嗯，不知道还有。咱家不还那一盒钢蹦吗？哎呀，这家伙，嗯呢。配重啊，你怕风浪给你刮跑啊？对一点啊。不是，那俺们打的麻将，那有时候找零后不得用点零蹦吗？啊，他摁的。这是什么圈儿？我。就扔圈。哼。那叫他妈去踢死你！腰部的赘肉像就是一圈，那整的嘛都那么歪歪哪去，还乐，还好意思乐呀？那不有一个好妈吗？小钱不给整，赶紧走吧。这没啥事，这待干啥呀？100块钱他妈不给我，收滚犊子吧！他妈养俩儿子还他妈的100-200让我做金项链，你这好意思呢？这家伙不够他说的，赶紧滚吧！走，咱走。那你行？哎，那是我的车响吗？是。哗了哗了，你这车唠可真硬，不你车响谁能整住？你看这回没？这回让你找，啊，车上哪找啊你？天天跨了，你看出门跨。哥他妈能喝酒的，回来给灌迷糊了，买点好吃的，喝出去，必须能喝的，一斤一下量不照着。你给妈掺点药，掺点睡觉药，喝上完了就倒。这难整了吧？不行，我领他洗澡去吧。那跟你洗澡，他不去。你洗澡都有袋子，拿刷子刷子。那能啊，洗澡完了他不把衣服脱那吗？完了之后就才走呗。嗯。哎，他不能老说上你家洗澡吗？这回家洗澡你去，去呗，那去呗。那天去，你老就说你不洗澡啊，跳不死人。不洗，嗯，洗那玩意怕有防人家的。嗯，那对，那心眼子，我给你这功夫比谁都多。那走吧。收拾收拾，我那啥，我上去瞅一眼，看他还缺啥吧，完咱就走。